这场戏拍之前压力还是很大的，因为导演会提前告诉我说晚上要去拍这场戏，要去准备讲这个东西，因为原先跟年纪比较大，我也是想当时的压力其实是很大的，但是其实一模完成的非常的不错，对不对？来到广州了，粤语能不能来两句？我很早之前有学过，一个网家婆，我是网家，我不知道对不对，我不太清楚，很早之前有学过。对，说的都是。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，用粤语怎么说？你们教一教一波。可以一个人说，一个人谁？恭喜发财！恭喜发财！恭喜发财！